大家好，王长寿，老祖家人光关心长寿卖猪不卖猪，几个卖两头大猪，是不是？两头大猪也不小了。这几天不卖猪了，是手生了还是儿子？这猪比这大了。哟，插腿了，这你？插腿了，这个我出好，这个本儿坏了，三门扎也不顶上。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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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上啊！不小了，这猪啊，不小了，一两二十来的。天哪，那光都能穿过来，这个来了，兄弟说扎一点不顶上，坏油了也不顶上。看这三轮都发动，啊，换手定价吧。这几个天呢，把这个里边又穿了。一点炸都没，冻家伙都穿下去了。这个等几天不湿都一点炸也没。哦，越点越点也是那个啥，这个是挂不住，这个日本穿来了，这个日本哎呀掉了。来，我把那个拿来抱走嘞。这个不得。哦，那是给狗拿点肉。哦。来，到。到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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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猪不来，猪一郎，猪一郎不来吧？猪一郎是不来了。我这把大佬，大佬你在日不能杀了。我问你，我挑大地买吧嘞，舍得老乖乖，大地还没了。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光挑大地买这时候嘞。哦，光挑大地买。行情涨了，啥呗？走，往前走吧。几个都在有我手艺的几个，老长时间没手艺，几个有手艺的，九块钱没赚钱来着呗，是呗，也得六块多呢，是啊，哎，这买这是那个啥，这买这赔点儿，赔不着，九块，这俩猪怎能赔点儿？九块钱赔不着点儿，那么九块钱一猪这是挣三四百块钱，挣叫家人们喂猪吧，这家。这个猪也喂啊，又能为人民服务，又能挣个钱，是呗？为家在这里不比别的。我是。这猪今儿涨了，俩猪卖五天多，可卖出来了。原先俩猪卖三天多，都是一个猪，嗯、是呗？这劲儿不一样。对。嗯，就是这喂猪，这几个还劲儿不好，得叫女婿来了，给女婿再找点事儿。我这三轮卖以后，那个刹车又加了，我这助力又不顶了。嗯，我往后一出，咚，家伙都上去，把下里把那个后帮也撞了。撞回来，撞回来。这俩猪咱们挣五百块钱，要这三轮扔个外头修修门，就是这五百块钱又该白卖了。走，知道了呗？就是。这里头这啥都得自己动手，可不呗？嗯。等我嗨嗨家看看那里头那又不顶了，是还有按说可有啊。嗯。再不着这劲儿，硬啥？哎呀，长叔这才是。该留这个这三道的三道数该留的，都留的。嗯。嗯，今年呢，这个这江木也，黄水也我江木是少有啊。去年咱这技术不得，因为咱没专业没效果，光看见人家，咱这技术不得。对那年色对那成活率太低，今年比年色还强点，要年色成活率高是，这收入大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可累。年色对那成活率太高，对太低，对是猛把那活量猛了，头一年对，第二年都也收益啊，第二年都接。在头一年也有接的，但是第二年大部分都接，接上了比俺大条数都接。嗯，你看我说你啥了？是啥是经验？哦，一个是经验，一个是你不钱没有白花的。嗯，是是呗。关键咱们找个技术的。哦，咱第一个咱小叫他给咱提的，人家提的又快，成活率又高。又高。人家成活率这八九
八九这就是成我的百分之九十。嗯，人家说不沾不沾排百分之八十。是啊，过年再把这边这夏天把这边围住的正好的。把这边都栽的，把院子没哪都栽的。嗯，把知道家栽家的。这不是活到了笑到了。你给哥爸给帮忙了，也给你点收益，是不是？收获点给你点百分，先百分之五十分。谁帮忙了有收益，是不是？嗯，不能白帮忙。是。你看这小枣树结臭了。哇，这小枣多月子的。啊？嗯，多臭啊，是不是？可不嘞，才多月，红了。嗯。这样早出了早也是最好了。这家都得隔定点十等才够了。这样磨着也是呗。可不是。你说这能走完吗？也能走。越隔越远隔。这边推头上人。干啥活都有一个。耐劲儿，没有意志力，光猛两下俺不连夜。就是，时间功夫。这个树是年生的，是吗？你看长多高啊？嗯，也挺丑。可是一年都能长这大哎。啊。你看这枝多丑哎！啊，丑嘞！一个比着，是不是？丑嘞！一个挨一个的。我说嘛，这干啥？没点功夫，你干啥也干不成。不拉手啊，拉了了。拉了，基本上了了。你也长这么多，过年把这个顶打了，嗯，打了家长扑棱，对，一大扑棱，是呗？是，大东西好。不能往起长了，不讲往起长，往起长是大东西还得上树嘞。可不嘞。这个是假的。这个嫁接成了，啊，这个嫁接成了，啊，嗯，就是没接到嘞，过年才开。咱俩尽量把这枣树把管理好，一年比一年收入高。嗯，也收入高，干也有点。哦，对对对，也收啥事也高了也有点。嗯。